这是我们的机构设计图，然后我们是参考肯氏直线机构。这是我们的机构运动模拟。这是我们机构成品的原始版本，我们利用干涉可以让它可以变换不同高度。可是这个机构设计问题是，老师说不可以使用干涉来固定，因此我们在侧边加上一根杆子固定，使它在升到最高时可以自由度是零，比较稳固。最终改善的版本是长这个样子。